以去哪里申请办理退休基金账户 IRA？ A. 银行 B. 保险公司 C. 股市 D. 以上皆是。正确答案是 D， 以上皆是。我们知道开传统退休基金账户啊，其实有很多的地方都可以开的，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去银行来办理开一个传统退休基金账户，或者是 Roth IRA 的账户。那开这样的账户的好处呢，就是会有一个保本，但是呢它的利息偏低，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一定的手续费。当然我们也可以把钱存放到股市里面，股市有风险，投入需谨慎。当然我们知道股市好的时候可以大赚，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做到的是一个保底。那当然呢也可以通过保险经纪把钱放到保险公司里面。那通过保险公司这样开的传统退休基金账户会有很多的好处，比如是说没有任何的手续费，没有管理费，保底，同时呢还会把您的钱放到股市里面做增长，如果有增长钱是您的，如果呢是说股市有下降还会有一个保本在里面。同时呢开到这一些 IRA 账户呢还会有一些开户奖励金，我们今天看到的最高的开户奖励金也有15%，也就是说如果您存放20000块钱进去，立马会有3000块钱的奖励金放到您的账户里面，一起放到股市里面去滚利息。所以是说现在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时间来考虑我是不是要开一个传统退休基金账户，尤其在我们现在在看了2020年报税季开始了，我们在审核过去一年我们的收入状况到底是要补税还是有退税。那当然了，会计师会有一些建议是说今年建议您买多少钱的这个 IRA 的账户，如果您有需要可以联系一下保险经纪，看一下如果把我的钱放到保险公司里面，那我会有要什么样的好处。华兴保险目标成为加州亚裔市场上规模最大的全方位保险经纪公司，且华兴智多星系列报道专门为在美华人解答各种保险问题，欢迎观众持续锁定。